来了来了，爸，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魏明。伯父好，你好你好，来请进请。哎，好的。里边请里边请。哎，好。伯母您好，魏明。哎，你坐。啊，来，妈，你们坐。你也坐。伯父，这是给您带的茶，还有红酒。哎呀，你看，来家串个门就很好嘛，还这么客气干什么？应该的。 你和孩子们聊吧，快忙吧。我去忙去。你妈呀，听说你们要回来，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。真的，我去帮帮她去。啊。伯父，你身体挺好的吧？还好还好。哟，圆圆，你回来了。你来干嘛？我给爸送药来了。 来客人了哦，这是圆圆的朋友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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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姓管，我是圆圆的前夫。啊，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好，坐坐坐坐坐。来，你坐你坐。爸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还好吧。你吃了这药感觉好吗？还行，也没有多明显的效果。 人家医生说了，这药啊，3个月才显效果呢。你可一定坚持吃啊！好，好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你费心了啊，谢谢。这个是应该的嘛，老师你。哎，遛弯儿去。啊，没这早上不用了啊。爸，妈说饭都做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啊，魏明。哎，管鹏，一块儿吃吧。哎，来，哎，来，您请伯父。走吧，走走。哎。 来来，一块儿来。圆圆，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得跟你商量商量。说吧。圆圆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你的男朋友？你现在相信是真的了吧？所以我跟你说，你该找，赶紧找，复婚呢，不可能。本来啊，我真感觉咱俩复婚没戏了。 可今天看到他呀，我这信心呢，就又回来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感觉你跟他俩合适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别废话了。你不说有重要事儿要说吗？说吧。圆圆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放弃跟你复婚的打算的。做梦吧。 就算是做梦吧，走开，圆圆，我都承认我错了，我不该背叛你，不该背叛我们的婚姻。可是，我现在都改了，你还怎么着啊？你总得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吧？不可能，圆圆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。得，我把话跟你说清楚，我发誓，我一定要把你。 身体健康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的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来吧，吃菜，吃菜啊！动筷，动筷。来，圆圆朋友，咱们初次见面，我敬你一个。哎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啊，魏明。哦，魏明，圆圆在电话里说过，在烟台的时候。 你是他的司机对吧？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照顾圆圆。来，进来，喝白的，来个白的，白的。哎，对，喝个白的，来。
我先干为敬。不错，真不错。哎，好，吃菜，吃菜，多吃点菜爸，啊！妈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你好好喝，好好吃。爸妈，我走了，爸妈。好好，你忙你的，哎，吃菜别客气啊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不客气。哎，圆圆怎么又过来？我去看看。好。干嘛呢？没什么。真没什么呀。真没什么。你生气了？没有。别理他。这人就这样，讨厌得很。走吧，爸妈都等着呢。魏主任，哎，我等你半天了。啊，你好，有事吗？没事，就是给你提个醒。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什么打算？别以为我不清楚。你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差不多就得了。哼，你还别不服气。你觉得你跟赵源合适吗？合不合适跟你有关系吗？废话，赵源是我前妻，我们俩一起生活了8年。他从白手起家到把公司做出规模，是我陪着他一起打拼过来的。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我还有其他的事儿呢啊。等等，再说，你真的爱他吗？你要是爷们儿，你说老实话。你爱的是他的人还是他的钱？不是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别走。这么说，你爱的是他的钱了？我劝你还是听一句劝，别到时候连哭的地儿都找不着。以后开车注意点安全啊。辛苦是应该的，好，咱们青岛见了啊！哎，再见。回来啦，来，洗洗手吃饭吧。怎么了，赵总？开饭了。好的，阿姨，你去忙吧，我知道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今天管控来找我了，他来找你干嘛？他说了，给我点忠告，让我离你而去呗。这个人，当初背着我跟别的女人鬼混，现在人家不要了，一脚把他给蹬了，他又回过头来想找我，什么人呢？我是绝对不会跟他复婚的。可他老这么纠缠着。不是个事儿啊，那能怎么办？就让他折腾几回呗，折腾到他觉得没意思了，他自己就会停的。好了，不跟他一般见识，洗手吃饭吧。